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对我特别好，可是时间久了，我就觉得他变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在意我了，而且他的脾气越来越大，一点点事情他就生气。我哪敢冲他发脾气啊，只是有的时候累了，可能就不太想说话而已。他要是生气了，几天都联系不上人。我也不想跟他异地的，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他也不愿意陪我去北京。我觉得要是异地恋的话，就没有继续的必要了。掌声有请这一队，有请。男嘉宾小杨22岁，来自武汉学生；女嘉宾小郭23岁，来自武汉学生。来，掌声有请这一队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在这个小片当中听到了女生很多的抱怨，是吧？第一个抱怨就是男生不太在意你了，不像以前那么在意你了，是吧？是的。啊，咋就不在意了呢？怎么感觉到的呢？就感觉现在跟以前很不一样了吧？现在就觉得他变得特小家子气，动不动就生气啥，发脾气啊，然后我觉得他没以前那么在乎我了。啊，以前挺好的。你能举个例子吗？不是说感受。哦，以前的话，比如说我们刚开始认识嘛，我们俩不在一个学校。然后他都会就是说下了课5、6点，然后还会搭公交1、2个小时过来陪我吃个饭，然后散散步再送我回寝室，然后他再回去，然后这些我都挺感动挺开心的。嗯，然后现在的话这些倒都还有，但是现在就感觉他现在越来越不在乎我了吧。哦，我不是不在乎他，就我觉得我跟之前做的事情好像都是一样的啊，但他就老是感觉我变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哪儿做错了。为什么不关心人家了呀？人家说以前都等啊，5、6点钟都等了，现在我挺关心他的吧。啊，比如说有一次他跟朋友去 KTV 玩，啊，玩就挺晚的，然后当时也10点多，我说给他打个电话关心一下他，嗯，然后问问他啥时候回去啊，怎么回去。嗯，然后刚打电话没说两句，他就跟我发脾气了。嗯，他就说怎么说话的啊，你都咒我出事儿是吧？然后就把我电话挂了。啊，然后之后几天我找他也不回，打电话也不接，就联系不到人。那这个事情本来就像我当时是吧？我去跟朋友一起玩，之前也跟他说了的，然后是因为他那天晚上有事儿去不了嘛，他还非得让我跟他视个频，证明一下跟谁在一起，哦，然后在哪儿玩什么，然后感觉像是在质疑我一样。就现在我这个也能理解是吧？我觉得他是担心我，然后怕我出事儿，嗯，然后我也能理解他的感受。但是现在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什么的，他都不怎么过问了，我就觉得差别太大了，就是。哎，为啥？不是不过我就是每次我也想着去关心他的安全是吧，然后我就给他发消息，他都不回我，然后我也想给他打电话吧，我就一想上次那个事儿给他打个电话，然后直接把电话挂了，然后接下来几天联系不到人，我就特别害怕，我说又联系不到他咋办呀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咋办。哦，是不敢了，是这意思吗？不敢了，是不敢了。就我想关心你，但是你这样弄得我都不敢关心了。对，我真的不敢给他打电话了。好，还有什么是你觉得他变的？他变了，并且脾气还越来越大了。哦，脾气大了啊。对，就比如说前段时间出去玩嘛，就是旅游啊或者怎么样，拍个照很正常是吧，小情侣。嗯，我就让他拍照他就死不拍。为啥？然后好不容易说让他拍了吧，他还绷着个脸，就是想甩脸色给我看，我就特生气。我没有甩脸色，我就是当时我跟他说你想拍照的话我可以给你拍或者你自己拍呀，但是我这个人是真的不上镜。然后我跟他说，然后他就说你现在照都不愿意跟我拍，你是不是不在乎我，你根本就不爱我。啊，然后我当时一听我说这不行啊，那我赶紧跟他拍一下，然后就跟他拍了之后他反而跟我发脾气还打我。你这是为什么还打人？当时我让他拍是吧，他绷着脸，我就平时就女生稍微打一下也不要紧是吧，他当时他火还上来了，他还跟我冲我发脾气，扭头就走。不是真打是吧？对啊，就是平时就拍一下怎么很正常我觉得。啊，你也太小心眼了，人家不是真打。不是，他就打人，那别人小女生打人小圆圆捶胸口什么的，别的小女生打就没打过。不是不是，我就会这么想，小心误解啊。就是他打人真的是大巴掌就上来了，特别疼，抽耳光啊。不是，就胳膊呀，啊，什么哪儿都打，然后
太娇气。主持人看一下我这个样子，我还能有多大巴掌，还拍你五个手掌印啊？不是，我回去之后，我舍友就看我身上全是红印儿，都问我，都问我咋回事，以为我摔了都。哦。那我当时怎么没看见？你当时怎么不说呀？那我当时我也挺气的，我又想着干脆就不理你，然后我刚走两步，我想那这样不行，我还得回去哄你，然后回去之后发现他人没了，人家走了，然后我又你被打了，你先生气，走了两步你觉得不对，再回去他又走了，追啊，我追了，然后拦不住他，然后回去打电话又不接，好几天又联系不到，那本来就是你的错，那你还自己扭头走了，还让我在那等着你回来哄我，我傻呀？那为什么后几天都不接电话呢？很气啊，这种小事他都很在意，我觉得他就跟以前不一样了嘛。